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长亭外古道旁这首简易的钢琴曲。今天呢，我们先来学习第一句和第二句，先听我弹一遍。我放在 G 上面，就是 Do Re Mi Fa So， 所以上面三个黑键的斜上方这个键开始，大家听一遍。这两句里面呢，有三个地方要值得注意。第一个地方呢，是在第三小节，等一下我弹的那个地方再告诉你。现在大家来看这个地方，我们从第一小节开始，好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同音换指。第一遍我们弹的这个地方是用二指弹的，第二个音就要用第五指弹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遍，从头开始。同音换指，好，第二句开始。第二句开始的开始的这个音呢，和第二个音我们要用五指和第一指弹，大家看，这个第二个音要用一指弹。这个地方又是同音换指，换五指。好，第二句大家再来看一遍，第五指开始，然后第一指第二个音，然后再按第一指的那个次序来弹下面的。大家看，五指一指，这个地方是同音换指，从二指换到五指。好，我们从头开始，我们就学右手部分的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。大家开始，好，大家注意那个同音换指和第二句的开始的五指到第一指的转换。好，我们再来弹一遍。
好，我们最后再弹一遍。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地方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在视频底下留言。好，再见。